王源在娱乐圈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位男星了，长得也是非常的帅气，这几年在娱乐圈发展的也是非常的好，可以说也是一位国际巨星了，也是很多青少年的偶像了，身上也是有着很多的正能量，也是联合国基金会的大使呢。虽然之前王源吸烟事件也是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，但是他能及时的认错也是让大家原谅了他。最近王源也是现身云南等地去看望那里的贫困儿童，也是给小朋友们带去了很多的福利。只见当时王源也是穿着一件黑色的卫衣，搭配着一条深色的牛仔裤，看着也是非常的朴实。不过网友们却被王源衣服上的几个字给吸引了，只见上面写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，感情这也是只有联合国的人才能穿的衣服啊，也是让大家非常的羡慕，估计这衣服我们一辈子也穿不上吧。当时王源还给小朋友们制作了自己拿手菜蛋炒饭，小朋友们吃的也是非常的香，真是又被王源给圈粉了，小小年纪也是什么都会呀。